警察先早点飞出去。对，哎，有吗？因为我今天想说，就是我要代表女王的气势要驾到这样子，对，然后才一跨出第一步，我就差点摔倒，我真的被他气死，觉得这最扯我后腿的就是吴康仁了。对，刚刚康仁哥讲了很多，然后他讲得非常好，导致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然后，但是我觉得非常开心，因为其实还蛮。我觉得好像我不能说之前都没有，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拍摄真的是感觉到有很多很多可以发挥、可以玩的地方。我觉得导演给我们非常多的空间，然后康仁哥也有很多的调教，再加上某一些我的小叛逆，就是对，就是某一些我的小叛逆的坚持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就是多了很多很有趣好玩的东西。然后希望你们会喜欢，因为听说好看了，然后我自己非常的期待，非常紧张啊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青爷，好，一定会喜欢，待会绝对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值得这段时间你们的这个认真努力，好不好？那现在先帮收一下麦克风，大家一起这个，我们每个人都安排个舒服的位置，我们先上座，好不好？跟你们。